关心有一个74岁姓张的查甫人，昨昏和两个朋友烧酒，早六千去新北市上溪去拍啦，啊，不过尾啊，伊头部着枪死亡，检方即马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咧调查，发现伊朋友口径反其反道。报案的这个姓肖的查甫人，伊自本是讲，伊甲另外一个朋友。另外一个朋友是提早离开，所以现场剩伊甲死者两个尔。啊，不过伊两个人，伊讲伊是分开行动。不过煞听到枪声，尾啊，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唔知互相开枪，全死亡。啊，不过后来呢，伊佫改讲死者是哪亲像家己的拉枪，创无好势，全断死家己。也唔过警方去追查是发现讲拉枪防弹伫溪边的草埔啊。啊，那另外一个朋友先离开的时间点，甲实际上讲的嘛是有出入，即马等着调查。